半身，这怎么看都是损耗甚大的神通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他早已无心他骨，黑血神通影响必弱，若想活下去，跟大头一起出手。好，是该如此。妙哉，赢了。可那张大神通法符怎么回事？他并没有参与到这次战斗啊，也不像是那小弟弟操作的。他带着片刻成神称幻是要去哪儿啊？波动，还活着，他们还能不能活，我是不敢确定，可这伞老朽可不敢不认的。原来是被带到了这里，他若看到不知会作何感想，毕竟这是他，也就是我派现今至尊当年钟爱之宝物啊。与此同时，在遥远的海的东边，一块凡人难以察觉的隐秘之地。再次出现了感应了，还在那三川入海之地，真可谓妙哉。所以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？为何这法宝会再次出现？说来也是巧啊，如果这世上真有人可以救下他们，恐怕也只有他了。毕竟长生之法乃是我蓬莱岛本命之法，只有身为岛主的大神通才有可能救回他们的性命。果真巧了，巧，偶然，不对，对于因果来说，必然这个词更为恰当。后会无期。并没有影响必然会出现的因果，仅仅一次出手就受到因果律的惩罚了，一击便差点抹去我的存在。不过后会有期。我无家已成无家矣。罢了，我无家可不值这点家底，大仇得报比什么都重要。刚刚没注意到，你似乎有法学哦，难得。也算缘分，给你个礼物。少爷别吃啊。臭小子！阿光，阿光，后会无期。梦，这不是我之梦，这是那星火之梦。娘亲赶着驴儿磨面，父亲用新出的面给他和小妹做面人的场景，他后来还会时常想起。那是最无忧无虑的梦，那时的他以梦度日，但梦会醒，世道会变。那一年
大旱、蝗灾、官军和盗匪的劫掠，太多人化为了恶瓢。也许是求法者体质之故，他活到了最后，可小妹、娘亲、爹爹都相继而死。还记得爹爹临终时说的话，要活下去。那时的他因时而生，但若不是生路，总会有尽头。没过多久，他再次来到了三途川前，只是这次他要孤身一人过河。也许早该如此，去找爹爹他们，这人间才是阴曹地狱。然而有其他人出现了，那白衣飘飘、周身透着凄霜赛雪气息的少女，一句拿着带来了活命的东西，也引来了他的妒意，由妒生恨。气血充盈，衣着光鲜，一副天地任自己逍遥的模样。他后来知道，这少女和老人是这附近某个仙人门派的重要人物。就在这千里恶瓢之地，有一个神通广大、视他们而不见的仙人门派。他想到了小妹、娘亲、爹爹绝望的模样，他想改天换命。他卑躬屈膝地求入这一名为忘川的门派，他想往上爬，知道可以掌控门派，再用其改变这个世道。首先他要超越那名被仙门认可为第一继承人的人，那名少女。虽然师父告诉过他，他没有半分可能，但他还是不断地去挑战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无数次，全都以失败告终。但那年、那一次，有一位神秘人出现在了自己身前。神秘人说：“因为无聊，我手把手来助你修行。至于你所愿能不能成，那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”他当时一眼就认出，这神秘人的身形是师父，他没有道破，怀着复杂的心情跟着其修行。春去夏来，秋散冬至，他神通越来越强，甚至有了觉醒本命神通的迹象。那一天，神秘人突然说道：“你知道自己想走的是一条没有结果的道路吗？